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死了的人嘴巴没办法讲话，死后世界究竟如何，无人无从得知，我们没办法知道。但是就临床上已经被宣布死亡其后又复活的实例，那是太多了，中国也很多。去见阎罗王再起来的，那不只是说佛经记载，法院诸灵也记载，六道轮回，包括那些死时都有记载，不只是佛经。人死后去见到阎罗王啊，再回来或者见到他的祖先再回来的，那不只是佛教，包括外国人都有这些记载。简单讲，死亡的这个啊再回魂的这个事情，绝对不只是说中国人而已，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回来讲的经验都差不多。诸位看下去啊，男就临床上已被宣布死亡其后又复活的实例可列之一二。美国在7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库布勒罗斯啊跟雷蒙目的啊，将濒死体，濒就是接近了啊，濒死接近死亡体验视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，综合近200件案例，可发现有数项情况普遍出现在濒死体验中，按发生先后依序为，它就有次第的。被宣布死亡后听到永久难忘的杂音，就是吵杂声，很吵杂声啊，有的是恐怖声，恶业现前是恐怖声啊，有的是吵杂声，哎，吵杂声。再来是快速通过黑而长的隧道，这个就是灵魂要脱了，要脱出来了。比如说我们要眼睛，眼睛啊要从我们灵魂要从眼睛出来，那么这个神识啊它会集中起来，光圈集中起来，然后啊对这个眼睛来讲，它是一个 channel， 一个这个是一个隧道，一个隧道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往生极乐的话就不一样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人是一个由光的能量所聚合体的，如果一个人他对净土有信心的时候，在黎明中会见到什么？他也是一样，见到这个光体，他见到他的身体，哎，从这顶部，他的顶部放光下来，这顶部像放光下来，西方三圣就在上面。如果是下品，下品的，那么就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；如果是下品上升的，西方三圣就现前。那么有的是天人先现前，有的是天人先现前，他行善行的很多。一直布施，那么一直念佛行善做得很多，他从来不恶口，不毁谤三宝，不杀生啊，然后不欺诈，不欺诳，种种，然后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天人持这个铜冠接引着他，接引着他。那么如果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一见到自己，那就自己坐在莲花缓缓上升，缓缓上升啊，上面的光一直照着他，一直照着他，缓缓上升，一直缓缓上升，一直缓缓上升。我告诉诸位，如果出家在家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很有幸运，很有福报，寿命够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在觉得已经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，一年的时间，这是我给你建议，24个小时。在这个以前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财产处理的差不多啊，那留一些现金呢、啊。万一人家不孝顺我们，我们还有现金啊，现金留一些现金。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全力以赴拜佛念佛，其他什么经典通通不要送，拜佛念佛，拜佛念佛观想，拜佛念佛观想，拜佛念佛观想。如果你有加上咒语的话，就毗卢遮那佛咒，再加上拜佛念佛观想，拜佛念佛观想，24个小时里面，你就准备死亡，
就听师父的话，百战百胜，一百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就是你做的五逆十恶通通可以灭掉。24个小时一直念佛，简单讲，你已经年纪大了，或者是你生病了，你经济上也可以的，你也觉得你因缘具足了，你就要找一个地方一年从头到尾放下，也不要去见什么亲人啊，也不要来往啊，也不要打电话了，就放下，然后随时跟莲友保持联络，万一有什么状况可以去助念。一年决定是上品的，上品的快速的通过黑而长的隧道，再来发现自己啊脱离这个色身，你看到自己的身体。有修行一天到晚念佛的人，持咒的人，行善的人，你会看到你的色身放光。再来变成旁观者，这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尸体了，这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尸体了。再来观察医师对自己色身实行急救措施，这是一般人送到医院急救的状况。可是我认为如果知道一定会死亡，我认为不要送医院，实在没办法，当然能救还是要救了，不能救实在是放弃，放在家里尽量助念。再来第四页，注意看其他灵魂出现。为什么能够其他灵魂出现呢？因为频率接近相同，频率相同的人已经出现了，频率相同已经出现了，其他灵魂出现就表示啊你的频率跟他相同了。一温煦和蔼之灵魂就表示光之人一个和煦和蔼的灵魂，助他回溯一生的经历，回溯一生的经历，并令其自我评估，你的一生一世自我评估所以这个时候最怕是自卑感，在佛经里面讲在临命中，这个时候最怕自卑感，一直讲我不会往生，我恶业造得太重了，我念佛念得太少了。不，你一定要这样想，张善和杀生一杀牛，一生一世都可以往生，我还不到这么严重啊！那个造五逆十恶的佛都要救的，何况我一生一世没有这么严重你要给自己信心，给自己打气，你不能一直讲我不能往生，我不能往生，那是那佛陀已经在你面前现前了，那一直自卑感，临命中最怕的就是一直讲自己不能往生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讲，我们一定可以往生，并令其自我评估，发现自己在尘世与来世的交界处你就想，佛陀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十大愿王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解，这是48大愿里面的第18愿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解。他发48大愿，就这个愿临命中思念，你要坚定到底，这样就可以到莲池海会去。最后再来被判定死期未到，因为他有再回来嘛被判定死期未到，应回到尘世去。再来这个灵魂重新跟色身结合，恢复意识，这个是所有死亡再醒过来人的经验的共同点，都是这样子。几乎所有体验者都认为濒死体验乃死亡过程的一部分，自己在中途即往回走，若非如此必然会这么死去，就这样就死了。你中途往回走，有一个人，台北有一个小男孩，死了几天。那时候我没有学佛，我们小孩子都会这样子在讲，他说，林学长，那什么事？我跟你讲一个，他说你那前几天昏迷的时候，
那情况怎么样，好一点吗？他说我那时候昏迷的时候，我走到就是很暗的地方，突然发现有光啊，我就在继续走，大家都不理我。我后来看到我的祖母，我说那看到你祖母怎么样？我的祖母拿了一只拐杖，很重重的敲敲我一个头。他说你这么年轻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又打了，哦，我好痛，我一直拼命的跑，突然醒过来了，啊，家里的人说我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。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学佛就听到这个例子。他的祖母啊，也是给祖母乖啊，你知道吗？阿妈卡扎金派啊，哎呀，就打了，说这个地方哪里是你来的？这么年轻啊，这么小，你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就打得好痛，在一直拼命跑啊，阿妈在后面一直追啊，一直要打，一下子跌倒了，醒过来，死亡的经验，哎，还好又回阳了，回阳了。啊。